可以当导游带你去玩吗？약속하세요 OK 약속그哎，我讲日文干嘛 ？Go 耶、桃园巨蛋，今天呢是有风云豹对上台钢猎鹰。那今天来到这边看球，不只是看球，今天是表弟 Cousins 的初登场，以及最美啦啦队韩国来的李雅英，迫不及待了，不多说，直接进去了，走进来就可以拿到这个手拉拍，来帮自己喜欢的球员加油。先带大家来去看一下商品部，今天人也非常多，都是要来看 Cousins 跟李雅英的美丽的倩影跟英姿，所以我们先带大家在周边逛逛啊，走。又到了我们游戏时间闯关，那套到什么拿什么，这边的礼物就越来越贵，这样好来套套看。我们现在这里有很多个套圈圈，怎么那么难啊？怎么那么难？没了，什么都没套中，我们去下一关。另外一个游戏就是这种很像夏日祭典的射击游戏，这一关就是吊水球，这样一次50块，50元就可以吊你喜欢的水球。有没有看到这个？它这个泡水不能泡太久，所以也是要挑战技巧。来，选一个，这个好了，选红色的。啊，它掉了，很难耶，它这个这样就没了。我还有一次机会，来来来来，一样掉这一颗，来哦。好可怕哦！不能泡到水，不不啊！没关系，我们去玩射击游戏。谢谢谢谢，那我选这颗。来，准备要射击游戏了，一样，每次50块，然后有5颗子弹，然后这种子弹是这种。对，软木材，所以比较不会受伤。好，塞着就可以，对不对？好，然后拉拉一下把手。咦，这样子，有点恐怖哎，准心。要么准心，哦好。有点大声，来来来。咦，好难哦，好难哦，比夜市射气球还难呢。想当初我在玩夜市射气球，那个我也是很准的，怎么这个这么难啊？弟弟在跟我说加油吗？来，哎，没了，下次再来挑战。这里也有像一番赏的东西，就是你一次抽奖300元，然后就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些。这边也有烫印服务哦，就是你只要在商品部买球衣就可以来到这边选你喜欢的球员，然后我们就会帮你印他的背号这样子。颜色的话我们是配好的，像白色的话它就是打紫色哦，背面是像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在那边购买然后加200元哦，只要加200元就可以烫印了哦。跟大家说，等一下呢是李雅英的见面会哦，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人潮到底有多少，全部都是来看李雅英的，哇，超级多人。而且我跟大家说，这里啊不止一楼，二楼还有，哇，二楼也全部都是要来看李雅英的。
今天的李雅英见面会呢，不只是跟大家第一次相见，还有就是你只要在商品部消费满1500就可以跟他合照哦。只要消费满1500就可以拿到这个小牌子，可以跟李雅英合照。欢迎韩籍啦啦队李雅英。是今天啊，是李雅英在台湾的初登场。那你觉得在韩国跳啦啦队跟台湾啦啦队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좀 숫자로한경기에들어가는치어리더숫자가엄청많아요그래서더활발한느낌이들어요 아무래도사람이많다보니까북적북적하고되게활발한것같아요他觉得台湾的啦啦队成员非常多，然后他觉得来看赛的人很多，所以他觉得整个很活跃、很活泼这样子。韩国啦啦队没有像台湾的那么多吗？네한경기당들어가는사람이숫자거의8명에서9명정도거든요그거에비하면진짜많은편인것같아요说在韩国的话，一场比赛差不多要对8到9个人，然后在台湾的话，这样数量真的是非常多的。下飞机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台湾粉丝来接机，你的心情是什么？너무놀랐어요 너무많이환영을해주셔가지고진짜저솔직히그때기억을살짝잃은것같아요너무 너무감격스럽고감사해한데이제정신도없어서어떻게제가빠져나오는지모르겠어요他说那一天来的人真的非常多。他说，那天场景让他有点已经忘记当时场景到，因为人来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但他回想，真的觉得非常感谢这样子。你觉得韩国的球迷跟台湾球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근데제가느끼기에는조금비슷한점이더많은것같아요그냥되게열정적이고근데이제조금다른문화라하면일단그아까말씀하셨듯이공항에마중나와주시는건처음봐가지고그거는조금신기했어요他说在台湾跟韩国的球迷其实都蛮接近的，就是真的对比赛是非常热情。但他说唯一真的吓到，就是在韩国比较没有机会有像当天机场那样那么多人会出来迎接他这样子，被我们台湾的粉丝热情感动到。等一下，雅莹是不是也有那个开场舞的表演？对，네오늘솔로공연있습니다还有自己的独秀。你有没有最想吃什么台湾美食？일단좀유명하다는음식들은거의다먹어본것같은데조금더디저트제가계속디저트디저트하는게제가디저트를되게좋아하거든요그래서더많은종류를경험해보고싶어요他说闲时大部分都有吃过你很爱逛夜市但是就是台湾的传统小吃他想要尝试看因为他很喜欢吃甜食但他已经在台湾吃过什么了저좀많은데아디저트디저트를많이못먹었어요밥을많이먹었어요他吃了很多饭卤肉饭鸡肉饭都是饭对都是饭他喝过了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了吗먹어봤어요喜欢吗제가원래그버블을많이안좋아했는데이번에쪽리에서먹은버블티맛있더라고요他说他本身没有那么喜欢珍珠，但是前两天在中立夜市有喝到很厉害的珍珠奶茶。좋아하게될것같아요所以他觉得应该未来会变成喜欢上珍珠奶茶。在台湾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许？아무래도제가이제활동을하러왔으니까제가활동하는부분들에대해서되게기대감도크고설레기도하고요그리고조금더대만의다양한곳을경험해보기도쉽고요他说在台湾的话因为是不同地方不同文化他想要多多去感受然后在台湾未来他觉得很期待在这地方有不一样的发展我们也非常期待雅英的发展那雅英有没有特别想去台湾哪里玩가고싶은곳제가그때타이베이에101타워를갔었는데그지하에서밥만먹고왔거든또밥을먹었어요그래서거기이제전망대올라가서구경도해보고싶고그리고지우펀그때한번데리고가달라고말했는데거기도가보고싶어요他说他上次去101只有去地下街吃美食街所以没有上去那个展望台然后他说他这次想要上去看看然后他很想去九份非常想去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地方都欢迎雅英一个一个去参访我可以当导游带你去玩吗약속하세요 OK 약속我讲日文干嘛 Go 耶、yeah! 各位频道见证我们要带雅英出去玩咯耶、yeah! 欸、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你支持的球迷粉丝们일단저를이렇게응원을많이해주셔가지고일단너무감사드립니다谢谢大家这么支持他그만변치말고응원해주세요他说不要变心要继续支持他会的我们会继续支持雅英的谢谢雅英谢谢
赛等一下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赶快要准备进到球场了。等一下也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球场座位的视角。准备进场 ，Go！ 哇，是小凡。今年的舞台多了很多特别的地方哦。没错，今年做了大舞台，主要的主舞台有 DJ 区，就是有 DJ 放歌，然后旁边呢是非常靠近球员的休息区跟裁判的金牌区。哇，这个是围裙区，为什么叫围裙区？为什么？因为女孩就直接在上面。球迷视角，而且我们还有很可爱的 VIP， 然后我们 VIP 的包厢是用金牌台品。真的假的？台啤的那个酒的，你们有去那个热炒店有喝过？来一手，十二手，他不是用黄色那个篮子？是，就是那个篮子，没错。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开箱更详细的内容给大家吧。对，因为今天算是第一场的表妹表弟联合。没错，表弟表妹都来了，所以他们才是最大的重点。下次好好开箱桃园球场给你们看，好不好？好，下次再来哟。嗯，哇，啦啦队要预备了，啦啦队要预备。哎呦，是我照镜子哦。大家都喜欢拿我的手机照镜子这样子，然后扫过去。期待李雅逸的开场舞要上场了。但是他们这边呢，桃园巨蛋这边是有一个专门给啦啦队应援的台子，两边跟中间都有舞台。这里的应援方式也跟以往的直男应援。应援方式比较像是直棒的应援方式。原本啦啦队他会在场中应援嘛，但是他们现在在看台上的话，就不会影响到球员在场上练球。这是我今天座位的视角，球赛已经开始了。啦啦队他们就是站在这个应援台上应援哦。预备，快！耶！哇！准备开始，现在的比分是30-20。现在球赛在陆续进行中，然后啦啦队呢也会轮班换到看台上。哇！
半场啦啦队也换了一身服装上来咯。坐在高处比较好看到啦啦队的应援区域。在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应援伸展台。下半场的比赛已经继续开始了，那上半场呢，他甚至可能还在调时差，所以还没有真正发挥，希望下半场可以看到他的实力。119-90，而且我们很在很前面，然后上半局的时候就超前21分。我觉得这边的跟其他的篮球场不太一样，因为它这里好亮，很亮，所以我会觉得整体很亮，就像感觉有点太亮了，对不对？对。其他的场馆是它就很暗，然后它是用打灯的方式，但是这光的关系，因为我们整个打像大太阳，我们还有舞台，还有打舞台灯。小晴有感受到我们有那个很像烟火的东西，有那个很像那个天女散花的那个火。先吓吓人。是，恭喜云豹能够拿下今年的胜利。那刚刚Cousins在赛后访问的时候有说到，他其实才刚下飞机落地大概十几个小时，所以他的身体还在适应今天运动的强度，然后也在适应整个球场跟队员的默契，所以他说明天一定可以表现更好的，我们也期待他明天的表现哦。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好，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